没去，快走，你跟我来。哎，笑啊！你是谁、啊？笑，我叫姚姐，大家都这么叫我。醒了，再多睡会儿吧。你在做什么？吃泡面呢。等我吃完啊，再把你另外一根手指头做好啊。我现在很饿，等我吃完再帮你做好不好？你连我这根也要砍掉？那不是砍，是换指纹。换指纹？哎呀，你变态了你、啊、你才变态呢。看新闻，前天早上有一名独行女贼在财务公司杀人抢劫，根据初步估计损失了100多万现金和一批票据，警方现在提供10万元奖金，呼吁民众。就算你现在不选香港小姐，也有很多人认识你了。真是个菜鸟，拿把枪到处乱射，留下买物子的指纹。你不晓得人家也有壁炉电视啊？现在你除了换掉所有的指纹，改头换面变成另外一个人之外，还有个选择，那就是坐牢，在牢里每天被同性恋轮奸，弄得像条狗一样。等你40岁出来的时候，那样子比60岁还难看。到时候就没有工作可做了，只有到舞厅去，不是做舞小姐，也不是做妈妈桑，是做厕所里的欧巴桑。你不要再说了。还有一点，现在你已经认识我了，我们这行的规矩就是不可以留下活口来出卖自己。你想杀我？